嗱，今年如果講環球股票市場啦，咁始終感覺上都係已成熟市場咧，就係跑出啊。但如果我哋講區內又或者大中華市場嘅話，感覺上咧都係非常落後喎。究竟嚟緊咧應唔應該有翻啲嘅直播機會，又或者我哋應該用啲乜嘢工具去追蹤咧呢一個機會咧？